好的，这位朋友是小保底，存了50多抽。然后我们来夜兰啊，夜兰，金色传说，50多抽，现在是65，行秋应该能满命了吧？65，继续啊，金色传说，哎呀，差一横啊，下一个就金色传说了啊，看小保底会不会歪。这还行，还行啊，还行。再来。这肯定金色传说啦，金色对吧？好，就看那个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开门出奇迹，呵呵，开门出奇迹，双黄吗？这是不是叫双黄了？我感觉，开门出奇迹，开门出奇迹。怎么啊？开门出奇迹。好，接下来这位朋友28抽挑战叶兰，10连开抽，直接金色啊啊！直接金色啊！提那里。北斗双黄，双黄，大保底啦！这位朋友40抽挑战叶兰，开工，金色，行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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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北斗。妈咪妈咪哄，金色传说 ，yes， 金色传说，夜兰，夜伤害，夜伤害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双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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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看见没有？双黄啊，不是双子啊，双子，哦耶，这位朋友不是大保底，他是小保底。而且才垫了7抽，垫了7抽就直接夜兰出来了。好的，这位朋友是5000原石单挑弱水啊，让我单抽一下。直接班尼特，来来，金色传说，哎，金色了，金色了，哈哈，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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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没有歪，看见没有？今天我的人品怎么样？没有歪，定鬼灵没有歪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还送一把西风剑，看见没有？这什么人品？哇哦 ，nice， 起飞 ，nice。这位朋友他前面不是大保底啊，只垫了5抽，然后5000原石之内就出弱水了，没有歪。好，接着这位朋友也是挑战弱水，然后是50抽。先来10抽试试水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啊！哎哎哎，有一把枪了，好，再来10抽，金色传说，枪，当当，哎，有个猫，有个猫，有个猫，哦，双子，双子。啊，天空之极，三子，哦耶，三子，三子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好，这位朋友啊，15000多原石挑战夜兰，我们先来10连试试水。哎呀，我还以为直接要金色了，这个颜色看起来像金色啊。行秋啊，行秋也是美滋滋的。继续，金色，我靠，我靠，金色，金色传说，金色传说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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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歪，没有歪 ，nice， 哦，又是一个行秋 ，nice， 哦，我靠 ，nice。这位朋友是小保底没有歪，
好，接着是护魔，我们先定轨定一下，来个十连，护魔之杖，金色，哎，紫色，啊，双紫还可以，再来，金色传说，哎呀呀呀，弓长，三十抽，哎呦，三十抽也正常哦，出角色了也可以。四十，金色，漂亮！四十抽出金色啊，四十抽出金色，完美，开门见山护魔，四十抽出金，哇，完美，而且是双子。他这个账号是没有抽过武器池的啊，抽过武器池啊，是那个啊，非常的不错。首先是我们第一位朋友，他是小保底，可以看出来啊，87抽，想要挑战一命夜兰啊，看看我们的运气。先不管地点，先来一发，先来十连，挑过。好，我们换一个地方玄学一下。好的，来到了玄学地点，我们这里站着迎接夜兰啊，夜兰啊，来吧，金色传说。哎呀，这个紫色很正常啊，他毕竟才垫了没几抽嘛。好，继续金色传说。哎呀，啊，再来，金色了。哎，什么这糟心啊，这啊，可能是我们拿着剑的关系啊，我们坐下，把剑收一收，坐下啊。好，再来金色传说。哇，金色传说，哦，很刺激啊，你看啊，四十抽啊，来吧，哎呦，一来啊，没有歪啊，小保底没有歪，看见没有啊，这个啊，四十抽啊出夜兰，好，我们继续哦，行秋，看见没有，两个子啊，双黄，看见没有，双黄大保底，看到没有，哦耶，什么感觉，牛逼，继续啊，一命夜兰，哇，大保底无所畏惧啊，看见没有啊，野猪今天人品很好啊，人品很旺啊，但是为什么我歪了呢，为什么我抽我就歪了呢，为什么给别人抽是双黄呢，啊，我不理解啊。好，金色传说啊，一命夜兰，看来87抽一命夜兰有点难度啊，这里我们商店换一换啊，你 happy 啊，我 happy 啊，一命夜兰完美收官。哎呀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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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还差一点点啊，再来，金色传说。哎呀，这应该要出了，他后面基本上就肯定要出了，金色了啊，那个最后一发自己去抽一下，这个大保底无所畏惧啊，大保底无所畏惧，这个再买几颗，这里还能换，继续换，单抽出夜兰，哎呦，这个动了一下，这个最后金色传说还有石头，你哪还有石头啊，你有那个吗，哇，你真的有啊，那也许又是双黄呢，哇，也许又是双黄呢，啊，也许又是双黄呢，星秋是不是双黄啊？啊，这个不是双黄了。好了，一命夜兰完工啊。
最后祝大家万事如意，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神资讯、原石福利、攻略教学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，每天看看以免错过哦。